美国田纳西州曼菲斯有一家汉堡店，1912年开业至今已经有百年历史了，使用的油也是百年老油，成为了汉堡美味的秘诀。油亮的肉排加上完全融化的 cheese， 征服了很多饕客的味蕾。但是也有研究指出，回锅油富含自由基，可能对身体会产生负担。肉排在油锅里滋滋作响，盖上香浓起司和新鲜生菜，美味汉堡上桌，饕客大口咬下。It was one of the better burgers I've ever had. 美国田纳西州曼菲斯这家汉堡店1912年开业至今已有百年历史，每天还是涌入许多来尝鲜的饕客。这家店不用烤盘，选用油锅制作肉排，而汉堡美味的秘诀就是这锅百年老油。One of his employees forgot to empty out the frying pan the night before. He opened up and quickly got customers in and just started cooking burgers in the pan that had grease in it from the night before. Customers were like, this is the best burger I've ever had in my life. 隔夜油意外让汉堡味道和口感升级，前老板也把美味秘诀传承下来，保留1912年开始用的油，每天过滤并加入新的油，把百年美味继续带给顾客。Got a different texture. It's like...汉堡最后的重头戏，在肉排起锅前摆上起司，继续油炸。油亮的肉排加上完整融化的起司，让人食指大动。不过，也有研究指出，回锅油含有大量的自由基，会加速老化和细胞病变。在大啖美食的同时，还是要多注意。张永腾编译。